Who wants some Draven？ 这种辅助，对吧？他跑到我面前让我一个 W， 我感觉我还动不了了，对吧？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啊？再来一点恶心的英雄，比如说大虫子把我 Q 起来了，对吧？也是减速百分之五六十，再锤子把我 E 起来了，我也要减速个百分之七八十。像天使那个 Q 也要减速百分之六七十，觉得都不好打。我他妈一直杀四个，我的妈！这局游戏已经 game over 了，而且是很惨的 game over。感觉到什么是来自于地狱般的屠杀。宝贝，送进的是个人头，先把辅助杀了。这个辅助还有点价值。这局对面哪个大头鬼打呀？哇，让我五分钟他妈的能出到这种程度。现在四刀一个小朋友，哇！既然这人头没有送到加里奥的身上，我操！完了，现在炸了！哇，这是玩什么？这他妈在玩死啊，他妈的又被他杀了一波，很气。哎，这个应该是做了个什么，他是不是哎我暴击了，他凭什么把我 A 死啊？他为什么能把我 A 死啊？哎他妈的十秒钟，哎呦好气啊。哎，这波死亡的时间感觉火龙都会被我打了。来准备，三二一 ，TV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
花石确实不行的，是不是很害怕？然后再拿个一塔，然后吃个火龙，再吃个蓝。算了，这个蓝还没时间去吃。我服了你。他是个经济卫星，哎，他还想大车。还是火龙哎，牛逼了！这房子来了，看看他不是晃荡一圈。别吃我，我不好吃的。小喷辣腿为什么皇子死了两次？那有点莫名其妙。为什么你要把我吃了？我不好吃。啊，我们怎么把这个表情给它找出来？为什么他们都做了反甲呀？我操！
妈十五分钟杀了43个，我操，杀人有点不够眨眼了吧？哎，忽然好心疼他们。这就感觉队友不差，对面一直这样，感觉我可以刷新我的最高记录。他妈的拿3个5杀，妈了，回家一步。来冲冲冲冲冲！哇，一局游戏拿4个5杀，我的妈！我他妈杀6，哇，这伤害真他妈爽，爽的有点过。怎么他们看到我就跑了呢？哇，5个5杀！一局游戏中5个5杀，我的妈耶！一局游戏5个5杀，恐怖不？啊！